前面那边有一些餐厅，它都有冷气之类的。不会。就顾我来啊。对。好久没看到你了。没啊。想说来这里吃一下。好，先坐一下。弄个干面嘛。好。好、哦，啊，弄个汤。好，反正我帮你张罗了。好了好了。啊，这个。这个你一百块，我帮你装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我一门这顾不开啊。前上个月快有半一个月没开。对啊，我都感觉你这顾不开。有一个月没开，因为我妈中了。是啊。然后就她中，我也跟着中。是啊。哎，她休息了多久？休息了快一个月。好好好。因为我想说，我中了，反正乡下地方很，大家都知道，也干脆不，他也算是休养身体嘛。啊。之前的那个，现在收收掉了。什么店？之前是卖二手的吗？哦，没有，还继续在弄。在经营哦，丢给底下的人。老板贵姓？哦，姓杨。哦，杨老板，我来给你采访一下。哦，很好。双溪。平息的，平息。我跟老板认识很久。以前你在Toyota什么什么的？对啊，那时候常中午开车来这里吃饭。哦，这么澎湃。对啊，你喜欢吃辣嘛？对不对？我自己加那个。好，反正你自己再加辣，这个加辣味。好好。哇。每次都给我弄这么好，会赚你一点小钱，可是不会太多，你也是他不会啦。哇，还没几百块，丢啊丢！我想说你买小金块。要不要？不要不要不要！哦，太多了啦，你给我太多了。啊。哎呦，这顾伯来接啊！哦，这怀念呢。这个是我才有的哦，这样一百块。你们来吃的话。你们来吃的话，你点多少都照算。出去老板看到我太高兴了。啊，你俩人是要叫安怎吃啊？我真正。哎，你这是大便食哟。嘿，对，大馄饨嘛，大馄饨比较好。
钓鱼一看，啊，你现在等级就钓鱼领导，要把我退掉。啊，终于把你的爱心吃完。哦、不用勉强，好不好？不用我讲，如果没有吃完也是倒掉。对啊，倒掉，浪费。啊，搞回来吃啊。好。对，你要开慢一点，他不是要让你开快，他是要让你可以越过那一些障碍。对对对，懂吗？这我知道啊。每一个东西不一样。哦。吃太饱了。嗯，真的太饱了。来，奖牌给你找。今天晚上我大概问我妈说，今天够会吃饭吗？有啊，我内底有一个有露脸的，你就看。对啊，太然后我有很多做菜的一些有的没的。嗯、好，我发起来炸啊！啊！我今天就是要拍那个。那个分水轮呢、啊？分水轮呐、啊。喂，你好。拜拜。拜拜。